修行四念处的重要。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念佛法门与四念处净土法门，于后汉灵帝年间已来中国，至东晋慧远大师赞扬于庐山，昙鸾大师与菩提留之同一时代，弘扬天亲菩萨之往生论等，自此以后逐渐的普遍流行，直至今日奉行者还是为数不少。虽与古人所修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总而言之仍是净土法门。若读大本无量寿经，观阿弥陀佛国一正庄严，因之生欢喜心，自然会发愿往生。修学净土法门却是殊胜，下手易，成功高。念一句阿弥陀佛应非难事，小本的阿弥陀经也不难背。但是若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知其意大不相同。现在流行的净土法门是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净土，所以大家都不问如何修学四念处，云何修发圣道之。但若能真实诚恳至心一处的念阿弥陀佛，得一心不乱是有可能的。若念佛时未能专一其心，仍想东想西，则无是处。我看真实的一心不乱的人不多，法门虽易，我们却难做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净土的法门最后会如何呢？若是临命终时心不散乱不颠倒，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若临命终时其心散乱颠倒，则难以蒙佛接引。而往生阿弥陀佛国之后又是如何呢？往生之后仍是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修四念处，而后得无生法忍。若根性利就快一些，若根性钝就慢一点。若现于此处修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三十七道品，会如何呢？如果眼耳鼻舌身意完全正常，又真能万缘放下，则有可能现在的无生法忍。对比起来，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净土法门是往生彼土后得无生法忍，而现在修四念处此时此地得无生法忍，两者差别在此。或许有人会想，何必那么着急，现在就得无生法忍。到阿弥陀佛国决定当的圣道较为殊胜，我也同意，还是随自己的意吧。愿意现在得无生法忍，就万缘放下修四念处，若是不能还是念阿弥陀佛好。如果不能万缘放下，仍有尘劳因缘牵缠，还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说，只要诚心发愿十念念佛，将可以往生彼国。所以仍可以到社会上做事，只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至诚念佛，临命终时就有可能往生。如果修四念处然不能万缘放下专精修行，将难以现在得无生法忍。修四念处能庄严佛法，观察今日佛教，即使是已出家的法师，没有尘劳的牵缠，也很少修四念处，仍是念阿弥陀佛。这件事对个人而言，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阿弥陀佛国是对的，成功以后很好。但是不修四念处就很难掉伏贪嗔痴的烦恼，心随境转，色声香味触五欲出现时，心随之而动，不是贪就是嗔，不是嗔就是贪。此从佛教立场看不庄严，佛法是庄严的。但是佛法需要佛教徒发心住持弘扬，如果佛教徒不庄严，这件事要不要处理？
今日的汉文佛教中，和合这件事并不具足，有很多的障碍。不能和合就是佛法的衰相。明白点说，我对你没有恭敬心，你对我也没有恭敬心，因为我看你是贪嗔痴，你看我也是贪嗔痴。虽然能讲经说法、写文章，但是烦恼一直活动，你对我会有恭敬心吗？就算是师父，徒弟也会说，师父也是贪嗔痴，互相都没有恭敬心，彼此不能和和团结，我们佛教现况不是如此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大家都是佛教徒，都是同学，为何彼此不能和和？因为有烦恼，有我所的执着。若是没有烦恼，我所见，就能和和。这是很简单、很明白的道理。社会上有些人批评我们佛教徒，你们佛教是消极的，对于社会没有贡献，你们是寄生虫，是迷信。但是佛在世时，有那么多的人随佛修学圣道，得圣道者甚多，有不可思议神通道力。那些圣人出现于世时，没有去办慈善事业，但谁敢说他们是寄生虫，是迷信？但是今日的佛教就不同，没修四念处，没得圣道，别人看你老是平平凡凡的。有些法师发心做慈善事业，办安老院、医院、学校，各式各样的社会救济事业，这样令社会上不信佛的人也多少承认佛教对社会有贡献，或者就不再积嫌。但这样佛教就兴盛了吗？我看不能免于灭亡。我这样说，你们同不同意？如果都修四念处，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如果我们能深入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通达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圣意，恒时修习止观、向道上会、恶言相悔时，会思维此因生因缘有，毕竟空；骂我之人亦因缘有，毕竟空；所悔者亦如是，就不会生嗔心。每言赞叹时，能观察此为是因生，刹那刹那生灭，毕竟空寂，所赞者亦如是。若能如此，就不会想，此人赞叹我，我了不起呀，而生执着心。因此爱见执着就不活动，即有可能得无生法忍，成为圣人。般若法门说，一切法毕竟空，这句话似乎不难懂，学而时习之，可能会明白。而初开始学习为时，一切法皆是自心变现，一切法即是心的分别，这道理容易明白否？若肯努力研读，时时思维观察，逐渐也会懂。纯熟之后不可思议，遇见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时，其心向道上会，一切法都以自心分别为体，我说时所缘为时所现，离开这一念心，一切法都不可得。所谓法归分别，都是自己的虚妄分别，贪嗔痴立刻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若能修四念处，常常静坐修止观，烦恼自然会掉伏，即使未得无生法忍，也可能有相似境界现前，这是值得赞叹的。而佛教徒彼此之间自然和敬，容易团结，佛教就会逐渐庄严兴盛。若不如此，表面上佛教徒的数量很多，寺庙盖得很大，佛教事业也做得很热闹，但实际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衍生出来。往年《佛法与科学》一书中胡适作序云，佛教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胡适毁谤我们吗？我们自己反省一下，他说的对不对？我认为他没说错。如果我们长时期如此不庄严，佛教还能继续住持下去吗？慈善事业有极大的力量住持佛法。
四念处能住持正法，就个人的立场而言，专心念阿弥陀佛的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心不散乱颠倒，能成功的往生阿弥陀佛国，是极庄严的盛世。但是此世界的佛法是什么情形呢？我认为现在的汉文佛教已经开始灭亡了。举例而言，近年来我们北传大乘佛教区域中有马哈希的弟子及帕奥禅师等弘扬南传佛教的修行方法，当然我承认这也是佛法，可以修行。大乘佛教衰微了，如能诚意地学习小乘佛法也是庄严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如此欢迎他们？又有一种情形，学习北传佛法而修行时用南传佛教的方法，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北传佛教只是口讲的，不适宜于修行吗？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佛教的经论有深刻认识，情形不会是这样。中国佛教本身有非常圆满的修行法门，但我们没有学习过，就以为北传没有修行法门，所以感觉南传禅法很好，这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感觉南传佛教好，就如此认真修行，我也赞成。但从这事可以看出来，我们汉文佛教徒对于汉文佛法学习的不够，认识的很肤浅。我们应该注意，如此下去有何问题？学习不够，将无法修行，更不能弘扬。所以汉文佛法就在藏经楼里喂虫子、捧灰尘了。即使花钱重印，也是堆在书橱里，你不能用。如果能一直用心地去学习南传佛法，也可以得圣道。但是又怕恒心不够、毅力不足，困难当前就中途停止了。如此未能深入学习南传佛法，又未能深入学习北传佛法，结果一无所得。今日的中国佛教，如果你能发心学习，现在尚有参考书流通，再过多少年以后，这些因缘一变，你想学习就困难了。今日汉文佛教众邪知邪见的思想到处泛滥，若无人对于佛法的学习不及格，毫无鉴别能力，不知是邪是正，而这些邪法流行，好像很契机，真实的佛法将被淹没，最后也就完全灭亡了。若在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个时代，佛法开始灭亡，我们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都有责任。佛教徒不深入学习佛法，不能鉴别何为佛法真意，岂非佛法衰相乎？如果没有条件学习佛法，那也只好念阿弥陀佛。但是如果我们有因缘学习佛法，发菩提愿，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常常思维观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久而久之智慧提高，就能认识何谓佛法，何谓非佛法。有了则法眼，邪知邪见不能蒙蔽你的眼睛，这些邪知邪见不能横行无阻，佛教的正法也就容易住持。修学四念处，一方面能调伏烦恼，又能提高自己的正智，这样则能住持佛教。而佛教若能住持下去，将会不断利益众生。所以学习佛法，修学四念处，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功德殊胜的，对于净土法门并无妨碍，因为你一样可以求生阿弥陀佛国。如果常时修四念处，其心将会不颠倒也不散乱，临命终时愿生阿弥陀佛国，决定往生，愿意到弥勒菩萨那里，决定能去弥勒菩萨的净土与阿弥陀佛国的净土，彼此无障碍。若进一步得到禅定，十方世界的佛国净土对你而言都无有障碍，随时可以去，
故云，四念处就是净土法门，可见修四念处的功德有多大。所以大家如果有因缘时，要深入学习佛法，并用功修学四念处，北传佛教将不会灭亡。学习佛法以的圣道为上首然而，怎么叫做学习佛法修四念处呢？不是到佛学院去，初级班三年，高级班四年，然后研究所毕业，能讲能写，为人师长就可以了。能讲经说法，能写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若有心写佛教文章，或讲演佛法，有何难乎？很可能此人对佛法还未有信心，只是一个学者而已，请他来为我们做老师，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这件事，我们感觉怎么样？我认为这也是佛法的衰香之一。以何因缘有此现象？我们出家人未发菩提心，舍本逐末，不肯深入经藏之所至也。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自私一点也是对的。何谓自私？我学习佛法是为自己修行，成就圣道，不是要为你讲。目的如此，是名自私。以前我在佛学院讲课时，感觉很多出家人都是载道之气，还有很多在家居士也都是能得圣道的，但是为什么没的呢？吾有如是愿故，我来这里学习佛法，是为了将来为人讲解佛法，弘扬佛法的，不想修行的圣道。没有得圣道的愿，怎么会得圣道呢？如果有欲得圣道的愿，我认为有可能成就圣道。我们在经论中看出一件事，有的众生听佛说法，当下就得圣道，而很多出家人结下安居三个月、九十天，就得了四禅八定，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当然也有人未得。看出来这应该不是太难之事，问题是你要努力。若老是想要拿文凭、为人师，老是想要发表一篇文章，那就不能得圣道了。若能发愿修习止观，当有成就之可能。如果得圣道，圣人难道不会写文章吗？写文章是智慧，若有智慧，写文章不是难事。你看济公传，济公的文章如何？他的文章是非常好的，所以要以得圣道的愿为上首，以这样强而有力的愿为先导，努力的学习佛法，精进的修四念处，你是很有成功的希望的。修四念处必先学习佛法。刚才有几位居士说感觉功夫用不上，我顺便答复这个问题，为何功夫用不上呢？这有几个原因：一、道前方便不具足；二、对于止观的方法并不熟悉，因此你无法止，也无法观。若是对于止观方法不清楚、不熟悉，这要经过学习使得。于正法多闻熏习，对修行四念处非常重要。例如观心无常，如果你未学过无常的道理，你就观不来。如何开始学习止观呢？你必须读天台的小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等，及唯识的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阿毗达摩杂集论、辩中边论等。认真的学习这些书，融会贯通以后就知道如何用。初开始静坐时，要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如何用心？如何止？如何观？第一步很难，但是智者大师的书能解决这个问题，使你能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所以智者大师的书非读不可。但是弥勒菩萨的瑜伽师的论、无着菩萨、天亲菩萨教授止观的书，次第分明而内容详尽，事先把所有的情况都为你讲清楚了，
所以你也要读。按我们今日汉文佛教的情况，如果你想要修行，必须以这些经论做你的师父，以法为师，以法为友，慢慢的你才会知道这条路如何走。这一定要经过长时期努力的学习，所以也就不如念佛法门的容易了。